咁我哋而家咧就同翻我哋上一次 B 组嘅冠军啦 ，Agent 同埋 Kim。咁今次架车咧有冇啲特别嘅改装咧？冇啊，主要都系同上次一样咯，用翻换翻啲新嘅避力皮啊，检查翻副 engine 各方面，确保下够计油啊，即系嗰啲水啊，嗰啲 cooling 够就 OK 噶啦，应该。好，咁零件上咧，你话换个避力啦，咁嗰系换咗啲咩咧？冇啊，都系用EBC 嘅蓝皮啊嘛，系啊。咁蓝皮系主要嘅特色系啲咩咧 ？Endurance 咯，佢主要系货，即系会襟啲咯，因为我哋希望四个钟都唔使换避力皮咯。好，阿 Kim， 我想问下你啊，今次揸法方面咧，有冇话啲咩特别嘅战略咧？都冇咩特别嘅战略啊，都系稳定为主咯吓。咁有冇信心先对今场？都有信心嘅。大家好，我叫少帅啊，大家叫我 Jason 也可以。那么我是中国斯巴鲁拉力车队的工程师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代表 Cusco 场地车队呢，给大家带来一台斯巴鲁的这个拉力赛车。但是呢，这个拉力赛车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改装，给它变成了一辆场地赛车。那么目前我们进行了一些练习赛啊，排位赛，我们的成绩还可以，但是在接下来的正式比赛当中，我希望能有更好的成绩带给大家，谢谢你们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